欢迎大家来到黄总夜场。话说台股在今天大跌了哈，那为什么跌呢？大家都晓得嘛，理由很简单，就是中韩 FTA 于是台股那个杀了一根中长黑下来哈。啊，不过怪的地方在哪里呢？请问一下 ，FTA 是在今天呢？签订的吗？啊，不是，什么时候呢？礼拜一，礼拜一来看一下。来，中韩签订 FTA 是在这一天啊，帮大家来看哈，礼拜的时候给你跳空还拉一个中长红呢，是不是当天外资还大买呢？然后隔天就昨天啦、昨天不是这个报纸头版头条给你爆出来啊，这些中韩 FTA 这种情况相当于会大冲击，会怎么利空通通出来啦。那结果呢？台股有大跌吗？到昨天还没呢。昨天这种情况只有小跌啊，收一个小黑 K 棒，没有什么，对不对？啊，到今天呢，啊，才终于呢，啊，这个利空发酵，利空发酵。那么说起来股，这个股市怎么这个好像慢了两拍，慢了两拍才反应。好 ，OK， 都没有关系啦，没有人讲说呢，这个消息面、时间各方面一定都要吻合的。反正呢，不管是涨跌啦，都不怕找不到理由。啊，如果说今天站在这个多方的立场的话，那我相信呢，多头会告诉你什么啊？这个多头自势会告诉你，不用怕，不用怕，有什么好怕的呢？对不对？管他什么中海 FTA， 管他什么台股做拉回啊？你看了一下嘛，他要漂亮该怎么漂亮呢？来看到哈，啊，这个地方啊，如果行情继续给他拉回，明天再跌的话啊，你看到左边在这里，哎呦，这里好像什么？好像是一个左肩打下来8500，这个就是一个底部。再拉起来，然后再下来造一个右肩之后，把这里连贯成为颈线，改天再给它起来。哎呦，多头就是如果这个样子去想象的话了哈，那你单就那半对数图形做一个测距，那请问改天可以涨到哪里去？嗯哼，这个想象力也要丰富一点了哈，把想象什么？这个就所谓的头肩底嘛，头肩底之后呢，现在打造右肩拉起来过颈线，改天啊，这个行情将当就可以回升了哈。多头自视的想象力，问题来了，请问一下，我是多头自视吗？当然不是，当然不是，这个不是我的想象了，这个我不是我的想象。但是我在这个时候也不会告诉你要行情这样打下来，结果呢跟这种想象完全相反啦、打下来之后呢，他就一路死给你看啊，在这个节骨眼上我也不会这个样子讲啊，不排除他打下来到什么地方啊，很重要哦，打下来到什么地方，这个我跟我的会员副图解说了啊，到什么地方他会再拉起来啊，反正现在距离了所谓的月底选举时间还很长啊哈，打下到什么地方他还有可能真的会再拉起来，拉起来之后呢不是这么一回事，拉起来之后到底怎么样，到底怎么样，这个呢再带回了哈，我们来讲这个个股，个股讲完之后回过头来我再让你明白哈，如果打下来这还不死，然后呢再选钱，反正还有时间再拉起来一次，结果怎么样？待会再讲哈。来 ，OK， 我们接着呢，现在讲到这个股价好了啦哈。在昨天我们不是刚好呢比较了一出，哪一出呢？关于这个金属机壳股。那金属机壳股这个东西，我相信让很多人呢觉得摸不着头绪啊，奇怪了，同样是金属机壳股，为什么表现大不同呢？比方说你看到吗，在昨天啊，这一档所谓的凯盛，你看他人家有多强啊，有多强啊，这个所谓三角收敛还限制不住他呢，还给他拉起来之后过前高啊，就离这个原本高峰 206.5 已经呢近在咫尺了啊，有人可以长得那么强，相对的呢金属机壳股里头老大，那应该这个就是可成啊，但是你看可成，哎，拜托，可成股价在昨天呢那反而是下跌的啊，一个准备往上的创新高，一个准备往下还要破底吗？请问是不是因为可成他的业绩不好啊，让凯盛业绩更好是吗？凯盛的业绩不错啦，告诉你哈，凯盛呢今年前三季赚了多少钱 ?EPS, 大概哈 ,EPS, 10块钱啦、赚了一个资本额相当不错啦，一个资本相当不错嘛哈，全年来讲的话大概可以赚大概还不到15块啦啊，不过这样就很棒啦，很棒了，但是请问一下可成的获利怎么样，报纸在前两天不是给你报很大吗，来看到可成第三季单单一季就给你赚了 6.36 块啊，创历史获利新高，还有前三季合计15块钱已经追平去年全年本业获利了，去年一整年赚15块，那今年呢前三季
就已经赚赢去年了。啊，这种情况一整年下来的话，可成相当可以赚两个资本额以上。那这种情况为什么可成股价往下掉，还准备要破底呢？不是准备破底而已啦，哈，真的已经破了，真的已经破了啊！来看到这个是今天了，今天不是已经破了吗？往下破，往下破。啊，这种情形之下，要是有人哈、啊、看到这个前两天这个样子股价呢啊分歧表现啊，觉得说啊可成太委屈了哈、啊，我干脆呢同情弱者去减一下可成。现在你看到不是就烫到了吗？啊，股价它往下掉，股价它往下掉。对我来讲，这个可成如果说有所可惜的地方在哪里？有所可惜的地方在哪里？忠实观众们应该要清楚嘛。之前我空了可成空几趟，告诉你三趟，三趟。通通赚钱，通通赚钱啊！我原本在等着第四趟还要再空它了啊，来再给它拉起来之前，这个不是今天了、啊，这我拉起来再给你越过二七三的话，这里叫左肩，这里叫右肩，可惜了，没有再过了，直接就给你下来了，直接就下来了。第四趟没有空下去，第四趟没有空下去，我坦白讲嘛，是不是？对不对？那你刚刚看到什么？这个在当初我想象就是一个东西叫做头肩顶啊。图形就出来了，一个头肩顶啊，图形来自于波浪，对对，来看到图形怎么来自于波浪，周 K 线长线里头一二三四五吗？然后在这里构筑头肩顶之后，图形来自于波浪，波浪离不开半对数，半对数给它来一个全波性总修正第一大关，请问在哪里到了吗？还没，对不对？那当然了哈，真的要解释这个所谓股价，他们有人涨有人跌，这个股价起落这样的理由不会这么讲啊。要解释那理由的人，他会怎么去解释他啊？他会告诉你嘛哈？请问可成到底有什么隐忧呢？那因为呢，这个凯盛在明年呢，照理讲他就会正式打入呢啊这个苹果 iPhone 的一个供应链里头的啊，这一下不是瓜分他的订单吗？好比说可成当年瓜分了谁的订单？当年瓜分了那个鸿海旗下鸿准的订单，所以你看鸿准，哎呦，拜托，怎么那么低落啊？鸿准怎么那么低落？是啊，结果呢是这个可成看到长线高高在上嘛，对不对啊？改天这样反过来啦，会变成什么？会不会换成所谓的这一个，所谓的凯盛呢，来抢他订单呢？对不对？理由解释在这个地方啊。这么说回来的话，也就是说，那应该是要去买凯盛才对喽。来，在节目当中，我也特别跟他解说一件事了哈。凯盛他本身也没有说他有什么不好，但是呢，你来看到是不是马上要创新高？是不是准备马上要创新高呢？啊，我讲了，你看一下哈。来这里连续两根大量啊，价还没过高，量先创高啊，这个不叫做量先价行吗？啊，只有我们台湾分析师有可能这么跟你做解释了哈。国际标准版的一个理论解释不是这个样子讲的。不是这个样子讲的，怎么讲？怎么讲？来看到嘛哈，我在股市《孙子兵法》here， 来八五与九地搬过来，后面第一项高龄物项，高龄物项就讲到一个东西，关于量价原理。量价原理里头，我还特别呢把这个讲义调出来。高龄物项只在以预为止，他跟你讲了哈，投资人总误以为先创高量必然续创高价，正确的量价原理恰恰相反，标准健康涨势乃价先创高，随后才补创高量，假使价位过高而量先创高的话，显见浮额冲刺提防纳出高龄难过。这个起码节目当中我练过500遍，希望你可以背起来了哈。那所以价位过高，量先创高，代表什么？这一处高龄难过，哎，我不敢在这个地方跟你保证。于是乎，他现在铁定过不了，我不敢这个样子讲了啊，对不对？但起码你知道难过，难过一时之间难过，不代表未来永远不会过，好不好？好不好哈？所以最起码请问一下哈，这个样子的情况之下，我说因此，如果因此的话。我先会去追凯盛吗？啊，不会，不会啊！凯盛他有创高吗？来看到，结果今天他也没创高了。的确吗？今天不是一个黑 K 棒吗？他也没创高啊。但是不管怎么讲，是那个可成呢啊，跌得比较凶，跌得比较厉害啊，对不对？是可成股价给你打下来，真的可怜啊，打下来就破底了啊，破底了。也不叫做可怜了哈，啊，谁叫你在之前呢？啊，这么累积高涨幅涨到这个地方来吗？我知道你业绩非常棒，但是华尔街股市名言告诉过你一句话，
盘大涨之后必大回，从来没有例外过，只是什么时候回的问题而已。那如果什么叫大回啊？最起码比方说回到第一大关，你算过了吗？你算过了吗？一机在手，其乐无穷嘛，对不对？起码你算出来，心里头心中自有一把尺啊，没有告诉你他一定要掉在什么地方，半对数告诉你关卡，没告诉你答案，那个关卡还没来，那个关卡他还没来，还没到。那同时啦，有人讲说，哎，那如果这么一比较，拜托这个家伙高高在上啊，你现在知道呢，他为什么下跌的一个缘由在哪里？逻辑知道了哈。那相对来讲，哎，拜托，那这一个所谓的红准，红准呢啊，滴滴在下，而且盘整圆无敌，不是太棒了吗？如果讲到这个东西，我也必须还要跟你提醒一下哈。如果说你对基本面还是有所评估、有所重视了哈，请问一下，红准现在获利有多棒？人家那一个所谓凯盛，前三季赚了一个资本额，然后呢，在一个所谓可成，前三季赚了15块，他呢，他去年全年赚5块多，今年上半年才赚1块多，今年的获利几块钱还比不上去年啊。这种情况之下啊，或许的他真的有办法再涨高或怎么样，但是说真的哈，你要把它想象成回升的话，跟基本面来做一个对照，似乎呢这个东西不太 match 哈。不太 match 好不好啊？好 ，OK， 重点也不是在讲它了哈。重点，诚如我所讲的，对可成，如果关注的人，你要先计算什么？全波性总修正第一大关在哪里？啊，这个才有意思，这个东西才有意思，好不好哈？那么好，如果说我再跟你对照另外一档个股，这一档不是金属机壳股了哈。那么说起来，它也可以当作是高价股，没有错啊。曾经这么高涨，涨到哪里？好，比方说130给它大涨周 K 线，然后大涨到360之后回头了，回头了。那回头之后，人家跌升之后，股价做反弹了哈。弹起来，现在股价多少？255块，255块。哎，255块跟可成来比较一下，它这个股价呢已经高于可成了，不是吗？可成现在多少钱？哎，掉到240都跌破了 啊，所以它的股价来的比可成高，那可以想见它的获利就是比可成来的高吗？我可以告诉你哈，已知可成前三季赚多少？赚了15块钱。那我告诉你啊，它前三季 EPS 才8块多。才8块多，哎，拜托，差那么多，才人家的获利的一半而已啊！啊，这种情况下，你股价超过人家，不会太过分了吗？会不会太过分？我告诉你，他有办法这个样子存在的理由在哪里？对不对？我告诉你，这种盘呐，哈，一般散户真的很容易中计，不管多空都很容易中计，对不对？如果你买了可成，这一下子不是被杀了吗？你要是去空了它，你不是被嘎了吗？你多空都很容易中计，我们有办法透过半对数得利。来，我让你明白为什么它这股价可以高于可成，理由在哪里？理由在哪里？一个东西嘛，哈。既然说呢，谷底在130，给它拉起来到360，再来啊，盘头之后做一个大回档了哈。那么不懂半对数三分线，你对指数股价就没概念啦。啊，到底要回到什么地方去？来来来，嘿。仔细看，仔细看啊！当场我们验算给你看，马上一个数目字就出来了，多少呢？试手注一下，192，也就是说那个可成还没回到所谓全波性总修正第一大关，还没嘛，对不对？这个家伙刚刚算出192，第一大关192吗？不是，我算是第三关，第三大关192。了解了吗？了解了吧？是不是？因为当获利不好，因为获利差啊，所以呢，本益比太高，所以呢，给你回到第三大关了。周 K 线这样大背景回到第三大关了啊、哦！请问一下，这一下子是不是叫做跌升啊？大家不是朗朗上口吗？跌升反弹，跌升反弹，到底要跌到哪个地方才算够深？跌到这里第三大关不够深吗？不够深嘛，是从这里刚好多云，它从这里呢给你金鸡独立拉起来。看到了没有啊于是乎现在虽然它获利只有可成 EPS 只有人家一半而已，它股价现在超越可成，有没有道理？我告诉你有道理，我在此不能告诉你说永远啊它股价都可以高于可成，我可没有这个样子讲啦、啊、但是基于跌升跌到第三大关，而可成连第一大关都还没到，它因此跌升做反弹，一时之间超过可成是可接受的，是可接受的，你不明就里空它
潘神哈，你这一波被嘎是不是？哎、欸，它不是这个礼拜涨而已呢，今天大盘不是打了一个中长 K 下来吗？我告诉你，它这个是周 K 的，日 K 的话怎么样？它今天差一点拉涨停，对不对？如何透过半对数得利？来，我让你明白到一件事，已知这里是所谓回档长波总修正第三大关，对不对 ？P 除力刚刚算啊，192啊，对不对？来，从这里反弹起来，我们先不用从高点起算了哈，从这里阶段性先行轨道下来，跌深之后，跌深要跌到位置了，刚好跌到位置，跌到那个位置之后，那个阶段性反弹。你晓不晓得人家反弹到哪里了？嗯哼哼，马上就 OK。来，一个数目字出来了，看到没有？258。嗯哼，第几关呢？这个阶段里头，258块第三关。哎呦，都已经阶段性反弹，接近第三关了。所以现在我不是呢，基于说这样叫好啊，所以叫你赶紧去。追他去怎么样？那我没有这个样子告诉你了，没有这样告诉你，对不对？你现在追他的话，恐怕太慢了。慢了的话，我告诉你还有其他对象，待会还会讲啊，还有其他对象啊。那不过在这个地方哈、啊，如果你知道我讲的是谁了哈、啊，在今天有办法拉起来将近涨停板的这个股价不多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你如果知道他是谁的话，没有叫你现在还要去追他了哈。毕竟一件事情在哪里？回过头来看价是 OK 啊，跌到第三大关做反弹，你往下看，这个叫布林轨道。布林轨道它现在变怎样？放大来看哦。以前来放大啊，以前这里叫做上山的行进，有没有上山的行进？价格分布在中线、上扬中线跟所谓上线之间。从这里掉头之后，价格分布在下滑的中线跟下线之间，那它再拉起来，已经一步一步接近中线了。这个叫下山，改天还会继续下山，不排除啦哈、啊。好比说哈、啊，来那个可成获利有多棒的，一样你往下看，在之前这个通通叫做上山的行进，有没有？对对，价格分布在所谓上扬的中线跟上线之间，现在转头过来之后，哎呦，开始处于哪里？下滑的中线跟下线之间，不是吗？下山的行进，可成也如此啊。啊，如果这个样子来讲的话，刚刚一开头我们不是讲到大盘吗？大盘日后要是给它下去没死，这个月还可以再拉起来。之后我跟你讲，跟我刚刚所讲的这个上山下山的逻辑大有关联。先进广告，马上回来。家园时，请穿雨鞋、戴手套，先做好自我保护。冰箱解冻过久的食物请丢弃。水要煮沸，食物要煮熟。积水一周就会生蚊子，废弃容器要尽速清除。多一分警觉，多一分自我保护。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，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。韵达投顾永远值得托付。02-2781-0909，2781-0909。看你这么年轻，怎么就气喘吁吁的？爷爷，你怎么都不会喘？除了运动，我也定期做体适能检测。体适能检测，你看，全国各县市都设有体适能检测站，提供民众检测。项目包括肌力、肌耐力、心肺耐力等多项检测，还有英法族专属检测项目哦。
这里的教练亲切又专业，那我也要定期来检测。运动九九，健康九九，教育部体育署关心您。欢迎大家回到节目现场哈，我们现在从股价再讲回到大盘来，来，你看到课程里都看下面啊，我所讲布林轨道，像现在处于什么？放大来看，放大来看哈，开始处于所谓下山的行进，下山的行进，对不对？还有刚我所举例这档个股，最近弹得很厉害，逆势上涨的来，其实事实上中期而言，它都转为下山的行进了。那好，你看到大盘，那如果大盘的情况呢？大盘情况一样是周 K 啊，现在换成看周 K 往下看，之前这个通通叫做上山的行进，但是呢，现在开始处于什么啊？所谓下滑的中线跟下线之间，这个是下山的行进，下山的行进。所以啦，你说如果行情它再给它拉起来行不行？不是不行，它还没碰到中线呢、啊。但是它如果再拉起来的话，真的是那个所谓头肩底之后要回升吗 ？No， 在我认知里头不是。注意注意，改天可能也变成什么下山的行进，下山的行进，好不好啊？好，这个用的心里头有谱了啦哈。那但是诚如我所讲的哈，来，我先举例这档个股里头，我说人家有办法，台股呢跌了100多点，这样中长黑，人家他拉起来将近涨停板哈。那你说他是下山的行进，最起码他从低点拉上来，你看到第三大关人家做反弹做强弹，弹到哪里去？我刚刚所讲的，来。这个阶段你都要反弹第三关啊，已经非常接近了，非常接近，就是因为非常接近哈，所以没有叫你要去追他了。如果你知道他是谁的话，你好歹看一看他的兄弟，他的兄弟啊，不是真的呢，企业具有血缘关系的了哈。说起来，同业同属高价的兄弟，来看一下哈，这一档呢，这一档啊，这个样子给他全波性总修正，道理一样，回到哪里 ？P3啊。没时间计算了，但我算过了 P3 一样给它回到呢第三大关，第三大关之后，然后呢你要看布林轨道线吗？来看到哈 啊请问一下，如果这个叫下山情境放大来看，那这种情景之下呢啊，请问它距离中线还很远啊，距离中线还很远，而且特别提示你一件事哈、啊、来，在这个轨道下跌的时候，那轨道扩张，扩张之后看哪里？看上线，上线转折向下，告诉你跌势暂告一段落，它现在转折向下了，跌势暂告一段落，是不是准备要做反弹了呢？再来把它所谓日 K 线调出来，啊哈，这一档这一档落后的兄弟，来，这种情况之下，哎呦，下降趋势线似乎做一个突破、哦，而且在这个地方会不会打成所谓的双脚？台股今天不是杀一个中长黑吗？啊，他的另外那个兄弟呢，所谓拉了将近涨停板，他哎呦，一样给你收红，一样收红给你看，而且要突破下降趋势线哦。啊，这种情形之下，啊，刚不是讲了吗？他的一个兄弟反弹到哪里了？来，第三关258，第三258已经来到255了。他到哪里？我告诉你哈、啊，就阶段性就好了，阶段性，而且要下跌是12345，很完整哦。阶段性反弹，告诉你连 P1 都还没到。人家他的兄弟已经到第三关，他连 P1 都还没到，是不是？啊，所以呢，你说这种盘啊，多空你都很容易中计。为什么我们透过半天数有办法得利？因为聪哥这么听来的话，你们似乎现在做多哦。我坦白告诉你，我手上多空都有。然后呢，然后跟你讲，做多的上涨，手中抱着空单往下跌，我绝对不胡乱。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